来将阮牵，牵阮进你爱的海港，两字爱你的孤泡，阮的一生也关关，无论你爱阮往西也往东。免卡啦，免卡啦，十一点啊啦，要转来，转来，唔转来，随在伊啦。啊哈，你确定好无？啊，是啦是啦。啊，那有秀玲的消息，哦，你再卡姐姐来甲我讲吼。哈哈，啊哈，好，拜托拜托，多谢多谢。啊，谢谢你。啊，我系啊系，他今晚还无消息，但是你去找人来找一对，哦，拜托我看下，啊，你旁边安怎了？不是怎样啊？怎么？阿叔，你两个找唔到秀玲无？找无呢？我嘛找无。哎呀，看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叫我先生，早晨我去查看下。嗯。哦。是不是秀玲骂什么？骂到后，伊就走进来，走出去。我哪有骂伊啥话啦？我不过是讲伊两句啊，尔。一定哦，是去跟因老母小林啊啦。哼，你这个查哦，这支水是人要好女来乌白贡献，破格破格。哎。难怪这个破格嘴哦，讲什么代志哦，拢对档对档呢。你也知呢，母囝连心嘛，那我最过我嘛是安尼做啊。妈，你敢讲几句好不好？哼，让他不讲话呀，除非呀、啊，把他的嘴用针线缝死。哈，你讲了有理。哦，啊那这这款的气氛哦，你当这慢慢啊享受，我要入来去舔我这个金嘴。嗯，哎呀，你是针，我是针啊！对啦，针甲线啦，伊个嘴甲你缠起来，大家烦恼甲死，你阁有法度个听恁两关针甲线上？免烦恼啦，免烦恼啦。那秀玲也是三岁囡仔，未叛进去啦。哎，当你那安尼讲啦，啊，万一秀玲人去找伊妈妈，要安怎了？要安怎了嘞？你讲啦。哎，无可能个代志啦。罩得住啊，你会算啊？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我天仔啊！啊，你这么敢知？找我到底住在什么所在？这哪里看不通钱？我跟你来去啊！哎，我要出去走走哦。秀玲想怎来无去？天仔，秀玲到底想怎来碰去？你卖点仔咧搬去啦！你甲秀玲放伫倒位？无，我真正无啦，无啦。秀玲，秀玲，天仔啊，秀玲真正无伫我家，是不是你无听伊？所以才你敢出走的？你无准备搞我家袂啊？秀玲，秀玲，你讲，你甲秀玲放伫倒位？我两点来去啦，但小姐，这个吼，这样不跟你交叉拍摄，不会啦，我无你那个有什么所在无去吗？我跟你到你那去找呀，好不？你别你给好心啦，代志都是你引起哦，我这么见过，把你收了三三的两点哦，我绝对无饶恕你啦。你不管是引起什么代志，你无必要知影，你也无可能头好知影。总共一句，你以后莫过来挑战我爸仔的生活，也无。卖让我甲村长，天仔，村长姐，我硬就做啊！我绝对我无想要破坏恁家庭的意思，我敢若想讲要看秀玲尔，就算讲我有天大的唔对，啊，秀玲伊嘛是我怀胎十个月所生落来啊！你即马讲这种想法啦，我自然不甲你结婚出来，莫阁找秀玲过河底，安听我清楚无？村长，来走。村长姐，你若有
黄秀玲的消息，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讲吼，我发电话是迄落700万。哎，你真正袂死心就对唔哈？天灾啊！那边安尼先讲啦，啊，人伊安尼讲也无什么过分呐。反正我嘛是安尼先做啊。哎哎哎！啊，你来听伊讲话啦。啊，就事论事啊，事实本来就是安尼，我讲讲啥唔对哟。哎哎哎！啊，真是我是头颠倒摆的，嘿！啊，你来怎个靠到甲做连遐么对付我？哦，我知我知我知，秀玲不是你生的啦吼，啊你可袂使搁秀玲叫来救，你干脆头先就丢。那秀玲讲什么笑话啦？我讲是种人哟。你若不是种人，小虎来等吼。没理我。哎，孙丢，孙丢啊！秀玲，到底是什么所在？就知道你会在这儿。秀玲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哎，不是故意吓唬你的。拜拜。好了好了，秀玲呢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哭别哭，咱们回去吧，回家去啊。秀玲，我爸有没有找我？有啊。天黑以后，我就一直在这里。嗯，我来过这儿找你啊，没看到人呢。可是，你还会再来找我？那我爸呢？他们呢，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样，到处在找你，现在赶到你妈那儿去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找我？他们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，就是怕我跟我妈妈接近。就算我跟我妈在一起，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。他们怎么可以为了他们自己来拆散我跟我妈妈呢？秀玲，伯伯常告诉你们说，做人做事一定要凭良心。大人的事情也许你不会太了解，但是这个说话呀，不能够太武断。他们到你妈那儿找你，那么就算是疑神疑鬼吧。这个也不能证明要拆散你们母女啊。那他们存了什么心呢？撇开你爸爸不说，就拿春秋阿姨来说吧，你什么时候发现你春秋阿姨反对过你跟你妈来往呢？她有什么资格反对啊？嗯，就凭她照顾你跟你爸爸6-7年的份上。所以咯，就凭这一点，你们都站在她那边。不秀玲呢，你想想看啊，当初我最反对呀、你爸爸跟春秋阿姨在一起的就是你奶奶，而现在呢，你奶奶对春秋阿姨呀、友善多了。秀玲呢，不要急，伯伯答应过帮你妈的啊。我是因为一时着急，唔知讲个话出来。那我就去，那个叫什么？春蝶啊，刚才啊，秀玲回来啦，秀玲。我咧回来从啥？你有在咧卖搞回来？哎呦，天才，等你讲人，你若回来就好啦，再无你来，你去困。不敢起身。你去困啦，你去困。转来。去困啦。秀玲啊，你衫去换换，我来给你倒洗身躯水。我家己也用啦。嗯。哎，哎呦，怎么囡仔人？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妈妈在给你捞洗身躯水，有当妈你买买错错。我跟你讲啦，真加载哦，你无去学查某给你怪去啦。我跟你讲呢，查某囡仔人啊出去佚佗哦，天若暗就爱好紧转来啊。即摆哦，外口足侪猪哥的哦，到时若去用安怎去哦，吼你就惨哦。啊，若出去佚佗是不要紧，吼，爱要读册，才会考有好学校。嗯。秀玲啊，秀玲啊！这个嘴有够破格啦！你这世人吼，唔要讲安尼讲一句安尼较好听的话。我敢有讲唔对哟？你还知呢？我是为着秀玲好，我才要讲的。拄则我甲我讲一点仔囝尔呢，我还佫拖拉骨还袂讲的。啊，秀玲啊！
妈，你先进去睡啦，哈。嗯，哈呐，较早睡会较好眠啦。哎，这就是吼寄人篱下的悲情呐。虽然心不愿意，我嘛是爱来苦恼。我你也去睡啦，你看啦，我敢睡会起哟？换过一场绝情的一场。你那随时我头望，有人伸手牵你牵。我陪你来庆祝。我无想要去，我要去找读书。读书当然是爱读啊，啊，不过你嘛袂当互家己遐尔侪压力，而且甲心情放互轻松啊。我无想要去啊，我阿生也无想要庆祝。哎呦，不用想了啦，你去赶快吃他的马，吃他的马。不要吵好不好？哎呦，你不吃他的马，你的胖子死翘翘了啦！哎，马吃炮，哈哈哈！你看，你看，炮被吃掉了吧？活该！不听文成言，吃亏在眼前了。听你的话才会吃亏，才会衰。哎，小朋友，要不要一起去餐厅吃大餐啦、啊？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快点啊，动作快一点哦。郭荣，我今天去啊，我再不爱去。五人照着日本别下去啊，还比较愉快。傻吧，吃大餐还不去啊？来，赵老师，那你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哎，我不去了。哎，什么事儿要吃大餐呢、啊？都为画廊的张叔会啦，我们给他庆祝，我今麦过一顿画廊工作嘞。还是你给他庆祝一下，我们可能就不去了。去就去，傻瓜才不去呢。哎，对了，带孩子去可以避嫌呢。哎，秀玲没叫他去啊？秀玲，他不会去了。我在张淑薇那边工作已经引起很多人误会了，秀玲他才不要跟那个张淑薇一起上班呢。想要买餐厅吃大餐呢、欸？爸爸讲来庆祝，庆祝是啊，庆祝什么呢？敢讲是庆祝还是你？只是你去网上啊。好啊。秀莲啊，你等我啊。好。行。喂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永远快乐。李小梅啊，是你啊，好久不见了，今天好吗？很好啊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出来玩吧，我帮你庆生，顺便我们可以聚聚啊。年年啊，哦，今天这次是要去哪啊？我们要去餐厅吃大餐。姐姐，给你晚上，给你晚上啦，我们要吃大餐的啦。李小梅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爸爸要跟我庆生，他们都已经在等我了。嗯，谢谢你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也祝你永远快乐。嗯，拜拜。好，继续往上，继续往上啦。哦，就是要甲秀玲做生日的。哼，即卖一寡囡仔吼，就是互这个老爸母安尼想想歹。原来爸爸还阁有咧关心我。文贤，你出去换下穿好不好？我买晚衫啦。哎呦，我未偷看啊！像仔你会偷看未偷看？出去啦！做仔囡仔就伟大哦，有啥物了不起？
没啦。好啦好啦，你两个话话。好啊好啊，那好来去啊。唔够直接伫咧晚上呢。姐姐也要去哦。阿姨唔留点出来，要读书要去怎样？啊？我快去啊，恁去啊！小玲啊，你若要去，就爱较紧的啊，无时间留啊。我讲话紧听无晓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我去，啊，你若不爱去，你就莫去嘛，你遐大细声就要创啥啦？出去啦！玲玲，来，卖啥哩？行啦，行啦。较差不多，查甫囡仔人，你敢做啥物生日啊？高高甜，啊！你想影？绝情的彼场，最是我头梦，不愿伸手牵你脚。啊！你过来高高甜，啊！你想影？天才啊！啊有秀玲的消息无啦？啊，昨暝到底有回去无？你紧甲我讲好无？爸爸，伊是谁啊？玲玲啊，伊那人脉问阿姐，呀，咱来见。天才啊，拜托你，你紧甲我讲，秀玲即摆到底是安怎啦？我只伫咧厝，你袂通家己去看。林星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敢去找秀玲，我是绝对无帮你煞的。不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去找伊。弟弟多谢你哦。阿姐，秀玲平安无代志，阿你我得放心啊。叫我出来，叫我来看你点点坐伫遮。我就烦。你煮唔好我读，还是咧烦心？你唔捌。我哪会唔捌？这种经验我嘛是拄过，我唔是甲你讲过。我高中嘛是顶考一个考掉，失败为成功之母。我唔是跟他烦恼这样代志啦。不管什么代志啊，拢无迄个袂当解决的。你讲看卖啊，我来甲你斗三工。你无得甲我斗三工，啥物人就无得甲我斗三工。敢会？你讲谈恋爱？你爱你的头。我知啊，你一定甲恁家人冤家，是不是？假使恁爸爸拢无关心你，你敢会恨？较早我想收我恨。但现在我想通了，不管怎样，我是他饲大的。咱做时阵，无论咱怎样，拢不应该分。我感觉哦，你变了。人拢会变，像我今麦跟我讲，人生只要目标，互咱奋斗，什么困难拢无什么通好惊。像我今麦读电脑，我就要好好研究。我一旦有了目标，人对我安怎？我拢袂放喺心肝啦。你感觉分家己的父母是谁最高兴？那当然的啊，父母辛辛苦苦把咱饲养大，婚姻当然也是最高。也毋过，假使恁父母自细汉就把你放散，你也袂用婚姻。是啊，倒一个父母无爱家己的囡仔，因会放散家己的囡仔，一定有因的苦衷的。分人哦，受害上深的嘛是家己。你真是笨啊！我非常钦佩你。你少拍我马屁呀、啊！嗯，不是拍马屁哦，是拍虎屁。拍虎屁？是啊，你敢不是秀后？我拍的当然是虎屁啊！秀玲，秀玲啊！
失嘞吼，啊你别闹。不要紧啦，还有什么代志要找我？啊，你是秀玲的朋友是吧？是啦。啊，你不要读书吼？哎呀，是啊，现在在读大学，才一年级。哦，啊，你的人才是不错啦，他们都秀玲都细汉嘞。哎，你在讲什么呀？志宏，你先等去。你紧走啊！你敢问东问西，是不是创啥？我就是关心你，所以不知道你干嘛呀？对啊，秀玲啊，你去我住的所在，行一段好不好？好不啦，我要回来。姐姐，我马上就走了，好。你不要去恁家，到底什么气度啊？到时哦，你来去就知。我不会啦。好吃啊！哈，来坐来，坐来，好，我跟你一起。心上印过去的双人，无意来变成怨仇人。缘分两字，阮世担。千辛万苦来也落的一领感情梦，谁知收回无半项。茫茫阿爸，痴情的心事怎换回一场绝情的？快乐电台每礼拜个拜五暗时十一点，高调好戏，恁家阮家拍咱家。阿姨，请你原谅我，秀玲。妈，妈，是你话呀，还是为啥？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十一点，请准时收看《林家翁》。